嗨，你们好，今天我想给你们讲讲，前些天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去旅游。前几天呢，我和我的朋友一起走，那我们去的城市是重庆，这是我的朋友。他们和我一起去重庆旅游。重庆呢，是中国的一个城市。那这些就是我的朋友。我们一起去另一个城市旅游。这个城市呢，非常非常的大，也非常的好看。那我们一起坐飞机去，我们坐飞机去，我们去到了机场，这个是机场，机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飞机。那在机场里面呢，也有很多的椅子，椅子可以给我们坐着休息。这边呢，图上所显示的就是椅子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机场外面这边有一架飞机，这个是飞机。那我们还带了好多的零食去吃，在等飞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吃零食。这上面就是很多很多的零食，我非常的喜欢吃零食，你们也喜欢吃零食吗？零食有很多的种类，有薯片，有饼干，也有糖果，非常非常多。但是零食呢，都很好吃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坐飞机去到了重庆，去到另一个城市。这是我们坐在飞机上的时候。这个呢，就是飞机。飞机呢，是飞在天空中的。这个叫天空，那这个叫飞机。飞机飞在天空中。我们在飞机上还看到了很多漂亮的景色。大家看，我们在飞机上可以看到白云，可以看到好多的白云。这些白云呢，都非常非常的软。这个白云很白也很软。那我们还能看到夕阳，这个是夕阳。我们在飞机上可以看到白云和夕阳，这个夕阳的景色非常美，非常漂亮。那我们到了之后，我们就去到了一个湖边，这个呢叫做湖水，这个叫湖水。在湖水，我们可以坐这个小船，这个叫小船。在湖边呢，有很多的高山，大家看图片上的这些就是山，这个叫山。山呢非常的高，所以我们叫它高山。高山呢，它的景色也很美。那我们坐上了小船，这个叫船，因为它非常的小，所以我们叫它小船。我们坐在船上呢，就能看到远处有非常多漂亮的景色。大家看这个水非常的清澈，
这个水它的颜色很清。那我还会用我的照相机去拍照。这个是我的照相机，这个叫做照相机。我们用这个照相机来拍照，把我们看到的美丽的景色给它拍下来。我们在重庆还一起坐汽车，我们坐汽车去旅游，坐汽车就能够去我们想去的地方。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坐汽车去很多的地方去旅游。我们还会一起坐摩托车，这个叫摩托车。摩托车它只能坐两个人，但是汽车呢，它可以坐很多很多人。那我们呢，在重庆还吃了什么呢？我们还吃了火锅，这个叫火锅。火锅在中国是非常非常流行的，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火锅。你们有没有吃过火锅呢？大家看，火锅它可以加好多好多的吃的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料可以加进去，有蔬菜，还有肉，这些都可以加到火锅里面一起煮。火锅呢，也会加上一点辣椒，这个叫辣椒，它吃起来呢非常的辣。那我们最后呢还喝了一点茶，我们倒茶，然后用小杯子去喝茶，这个呢就是喝茶。以上呢就是我们去重庆旅游的事情啦。